藏呢？这个新妇哦，实在有影愈来愈大胆，求官啦！求官啦！阿娘，啊七早八早，你都一直叫，一直叫，是安怎啦？春玲啊，你有看到恁阿嫂无？是啊，我是跟阮阿嫂斗阵困啊，啊我困清醒，都无看到阮阿嫂啊。哦，啊恁阿兄甲天成啊？哦，你有看无？阮阿兄啊，甲天祥因两个透早就去拜访先生。哦，啊，未转来就对了。嗯，哎呀，哎，境地换好啊，啊，人是去藏在倒位啊？哈，是讲阿娘，阿嫂敢会是常常互你甲欺负，啊，甲伊骂，所以伊一时生气。有住全咧走登后头厝，伊无遐好打。我若无应准哦，伊敢倒登因外家？哈，嗯，阿娘，嗯，伊就是大概拢遐尼啊歹啦。我若受唔起来，才惊你。你莫后白讲哦，哈。啊！较细声还好，我要惊死人呢啊！阿娘，敢毋是你常常骂阿嫂？阿嫂一时。想袂开，好啊！透早透夜，你莫甲我讲这款歹计条话好无？唔好啦，唔好啦！代志，代志莫，什么代志？啊？阿彪，这，阿嫂伊，阿嫂是安怎？安怎啦？伊都。阿嫂，哎呦，是安怎？你唔着紧讲，紧讲啊！哎呦，阿妙啊！我一寸伤，对起你金杯，看着一双金的，想归归。尊上金情，将伊看上细。想袂到，安怎？竟然是啥？你竟然讲是啥物啦？竟然是阿嫂的小金的。啊！天成啊，我来找你小金的，啊你无看到阿嫂哦？无，一四过去找，拢找无人。啊，春雄今嘛已经找人去斗三工啊啦！阿嫂，你奶奶真想袂开啊！嫂，求官啊！求官！
官啊，就官啊！阿娘，快起来啦！好了，阿娘，到找就官，到找就官，今日天上你今日大好啦！好好好，是你，来，就官，等我啦！就官啊，是你，就官的呀！阿嫂，等我啦，是你，就官啊！阿娘，你是你啦！就官，阿娘，都是在家啊！天昏地暗，阿娘，在孙家，秋官，秋官，阿嫂，阿彪，阿彪，阿嫂，阿彪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这么严格？你讲，你讲话啊！秋官，秋阿嫂，大彪，秋官啊，大彪，是有怕是有爱啊？听你安尼甲伊讲，一定会足满意的啦。是啦，秋官啊，阿彪，先啉一杯茶啦。茶啊，迄天就是因为一杯茶。我抱你来叫我。哎呀，阿嫂你是人，也是鬼。不能，
阿丽要我跟你男兄去关林氏，我伫遐等你几早起，咱拢无看到你去。春玲，啊无春玲啊，你到底是咧比什么梦？哈？嗯，阿多，做袂当包诶火啦！我甲你讲，天生诶，来啦！哦，紧啦！阿妙，无啊！你那是啥物意思？哈？阿妙啊，阿多，今仔早起诶代志，是我，是我甲春英的主意啦。阿娘，我是咧甲你讲生笑的啦。莫生气啦。哈，妈，恁大家，恁大家拢共同哦来欺骗我是无？啊，是真可。阿娘，阿兄个嫂。观音寺中太原故事，阿嫂的修为是我头天大日趁人无注意将伊放在地地。无啊，你想要安尼做？阮啊，阮安尼做，就是想讲，要阿娘，因为讲阿嫂你受着委屈，去投水自尽啊。恁安尼做，实在太超过啊。恁不是三岁，小孩你。我安尼做，啊，不是拢为着恁？你搁加强变啊？哈？敢讲你唔知影？恁自杀是上公上不好的行为啊！哈？你敢知影讲天下有偌济父母为着囡仔自杀，伫咧伤心，想袂到，想袂到恁竟然会受这款作孽的行为来欺骗我？哈？是怎样真可？阿妙，这一切是我。阿妙，做主意呀，阿兄阿嫂，因全念不敌。阿妙，天上天你来陪不是，我不是故意。在咧替春英讲话啊，真正是无法无天。春雄，把我押出来。把我？阿娘啊，天成个春英都这大汉啦，那搁用把我咯，厝边头尾看到，歹看啦。相公，我是要拍惊赛。不是要拍我啊？啊不，敢是要拍我？哼！在我无关，来假使天生是着家的囝儿，假使春英天顶嫁衣，伊是你家。阿表，卖啦，卖受气啦，你阿表，阿表。
你买啦，你唔好买，买啦，阿表，阿娘，你来挂我，阿娘，你来挂我一枪，阿婆，你嘛先听我讲，我是安怎要安尼做，啊，听了来打，嘛还阁袂慢，你，婆婆啊。莫忧心哦，不伤心，只听春英啊做原因。是啦，阿娘，高公官嘛有带领佣兵，先听完先，看是脚重也脚轻。阿娘啊，啊，你着听清楚，才拍嘛袂慢啊。讲，阿娘啊，自从我嫁去钓狗了后，我才知影讲胖人的饭碗是啥物滋味。新妇是别人的囡仔，啊，新妇是我啦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几个大家会当将新妇当作是家己的查某囝来疼惜？阿娘，我知影我是无应该骗你啦，啊，不过我嘛足想要让你知影，阿嫂伊是一个好新妇呢，伊毋是插头，伊是咱李家的母家之宝。应该爬起来啊！哈、哦，哦，娘，故里春拄只，伊做一出戏给我看，我才知影讲我家己做唔对啊！我不应该对你遐尼啊真严格，你是毋是会当原谅我？婆婆。多谢你，从今以后吼，我会把你当作敢若我的查某囝同款来疼惜你，婆婆。
敢那一个意业啊，伊会去他妈之那妻啊，尤其是这个妻啊，伊呢会造成这个邪结，真多恶业都是从这个无妻无名。其实这个妻子呢，就是真正的无名。所以讲起来，伊就是因为无名，所以会起他妈之那妻啊！然后呢，最重要就是因为了无名，所以才有贪心，也就是因为呢有痴暗的无名，所以人生啊也见解才会偏差，人生见解偏差偏狭，先呢的道路啊就会偏对恶去，所以咱正知正见是真重要。但是呢，无痴无明啊，都会引导咱呢，将正见给咱引导对邪见去。各位，学佛啊，上重要都是爱端正，咱来修心养性啊，端正行为，安尼才叫做真正的修行啊。无贪无悔是小欠债。